比赛继续，看一下丁彦雨航拿球，给了王哲林在挡拆，这一步可以传了底线，漂亮！这球传得很危险呀，这球应该有了。大王一打三，造成失误，上海队的进攻有点不太明确。这球应该有了，造成犯规，走步。这球吹走步吗？严俊老师把浓眉哥也是气的很无语。哇，这球不给归吗？看来是上海队在跑八字，空了，直接投，这也三不沾，空气球。上海队这小外援有点迷糊，李春江知道也是直挠头，这球就投，让比斯利上了，果然对这小兵小外援表现不是很满意。麒麟小外援浓眉哥又要控了，又投，这外援瞎投，让国内球员跟着他折返跑，我这就可惜了。丁彦雨航这钱就直接扣了，这球漂亮，浓眉哥，哎，小心出界，小心，刚才动作很危险。浓眉哥真猛啊！比斯利上了，挺比斯利小脏辫儿的。直接投吗？这球这么长进攻时间，不组织一下了？给了，漂亮，有了。王哲林这球传得很痛快，看新疆队进攻，浓眉哥给挡拆，不要挡，直接给单打，大打小，这球王哲林补得很快，浓眉哥被造成犯规，浓眉哥发球又是稳稳命中，分差又来到了十分以上，看看比斯利能不能带来帮助，不要只会浪投三分啊。漂亮，比斯利，这个就是天赋。比斯利的能力确实真的很强。看新疆队，浓眉哥挡拆没挡住，再给他小外援，再给挡。哇，漂亮，这球一步过，有了，干扰。十一分。哎呦，比斯利差点失误。哇，漂亮，这球二加一，厉害，漂亮，王哲林终于硬气了一次。比斯利也是长出一口气啊，差点失误，但这球 回放给大王，太犹豫了，这球要是直接一步起就行，不过二加一也挺好。看王哲林的发球，大王能不能发进？我的天，王哲林这发球真的是应该好好练练了，有点太差了，发球丢了好几个，跟女篮好好学学吧，女篮的发篮，浓眉哥哦漂亮，给了空位。球外线三分也出了机会，上海队的进攻，比斯利又是单打给到了底角，漂亮，比斯利闲庭漫步就将球传了出去，六分分差，上海队始终没能把分差给追平。这球浓眉哥在挡，给了，空了，漂亮，底角，新疆队这战术跑的有了，漂亮，这球大打小肯定有，
很坚决。最后一攻上海队，坎比斯利要单打了，哇塞漂亮，这球可惜了没进。